这一段。你等下可以变变看，你往下压就是变速，它这个往这个比较紧嘛，就比较这个压回来就是回到你的上一步。左边跟右边是一样吗？不一样，左边是控制前面那个大头，是哦。右边是控制后面的那个飞轮，对。你等下可以请副会教你，我有看他有在变。没关系，凭感觉，凭感觉。对，就凭感觉啊。因为等一下，也许会有上坡。是10K， 他感觉如何？根本就不会累。这样要休息吗？您觉得？是还可以。还可以。哎，这位。啊，不要了。没有关系，应该在大陆骑的比这个多吧？早知道就不来了。里程数太短。啊？会不会太短？比较不会。没有。这不用问了，还没热身，对，还没热身。那苏老师也不用问了，这点路程算什么？在哪里实习啊？多大里啊？新大门城。多大里？只有你一个、哦。还有其他别系的。哦。历史只有你一个。还有一个是台师大。我们在录影。真的假的？真的。对啊，所以他们每一台就录影啊。哦，真的，荧幕在这。哦，这个是文创的同学。我知道。你们要多跟人家聊天哦。不要让他绕。他以前就认识我。他说这么多人骑车，结果我还是一个人骑。昨天小珍跟我说，他说蔡小珍。对，然后还有钟浩哥，他说你为什么不找我参加有意义的活动？不会啊，临时也可以来啊。啊，临时也可以啊。对啊。有，他是我这里。这月没规定的。中文不是有报吗？他说到中文哦，说什么他有朋友要来，就说不来。他之前说托梦，什么追路不能去。追路你有去吗？追路是没有。没有。你有去吗？爬山的我都没有。哦。我只去过一个香克鲁。那就够啦。是那个谁啊？谁过那个山神桥有那个巨高症？那是谁？啊对，我记得有一个是去考的，就那个硕班的陈立雪哦，对，陈立雪。昨天邱一新老师说可以去司马库斯，对，邱一新老师说可以去，是啊，他刚回来，对，那个也蛮累的。我会排那个行程，没有哎，你们想去哦？司马库斯，听说很棒，难怪已经听到山，好像也是一个山。下学期再规划我练那最后一团。副院长，我们现在在录影，现在骑了10K， 您觉得有怎么样？开始骑了吗？啊，还没开始骑啊，还没开始骑啊，还没开始骑。还记得哈？啊，今天10K， 今天现在是10K 休息。有同学都说感觉这行程不好，因为好像第一次休息，感觉还没开始骑。哎，等一下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规划难度这么低的行程？等于上次觉得要再降低一下标准才可以。对对对，没有，今天这里哈，先讲，今天算给大家知道，骑脚踏车有时候啊，我们在骑的马路啊，你现在看起来都是车子，就只不过是一个交通要道。可是你要仔细想一想，这条交通要道有多久？可能你们都不晓得。像我们这条台乙线是以前早期里面从北部葫芦墩下来到西大墩到南屯雷桃点之后要去彰化的路线，其实就是现在台乙线。那旁边那边，等一下我们在桥下那边接过去是台一线，那个在东荷兰印度公司哈，在明政时期更早之前，东荷兰印度公司就已经在利用那一条道路了。那条道路就是联络很多的平埔竹社，好，所以你现在看台一线，你回去翻地图，台一线以前的起点在台南，在府城，那府城它有分南路跟北路，好，到彰化是属于北路，
官道，它叫做官道，是属于北路。那你看它北路的路线哦，几乎都会经过的城镇都是早期的一些平埔族的部落啊，比如说西罗啊、赤藤啊什么什么。那个你这样看，它以前都是平埔族部落，它就是要联络这些部落在用的。早期的联络道到后面变成官道，那来到府城之后，过了大都溪坐船上来之后，再往北，以前就是真的部落联络道，那个以前当官的都不太敢走。哦，玉永河，你看玉永河的记录都会有写到，都有记录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一条台一线，其实今天会骑到这边来，会跟你们讲这些事情。就是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有时候你看现在的省道、县道，在早期它有可能是部落联络道、军用道，都有可能到用到军用道、民生道，这些都会用到的。对，后来台一线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日本人就是把它拓为陆军道、军用道，对，都有原因在的。哎啊，这边为什么叫王田？那边有一个叫学田。其实这两个名字的来由时间是不一样的。王田有一个王，其实那是在荷兰时代东荷兰印度公司的国有地，所以俗称王田、翁禅，哦，是东荷兰印度公司，因为它只要不是平埔族的地的话，在当时都是属于东荷兰印度公司的，所以叫王田。那学田的这个名字，反而是在日本时代才开始有。它是一个学产的意思。你在那个工业区下面还有一个超丰产，超丰田，超丰就是变成国有，他有可能犯了一些罪或什么样的事情就被超丰，那超丰他会判私田或公田，那学田就是以学这个字，它叫学产，就是以台湾来讲叫做教育部的，还在这边，嘿，他这边只要种的甘蔗、稻米什么，他的财产都是归于教育部的，日本教育部，所以叫学田。所以那一条学田路原始是这样子来的。OK， 厉害。大陆啊，它是一个独，算是台湾第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那个。好，拍谁啊？本地。哎，它大陆王国界限大概就是在这个大陆西这个位置。那对岸是属于那个阿苏社，巴布萨也是巴布萨的阿苏社。哎，阿苏社跟柴坑大概在那一带。啊，不是，他是平埔族，他是平埔族，但是他是有好几个族群啊，红安雅啦、巴布萨、派布啦，或者是瓦扎艾，这一些所独立，就是他们要这个部族可以附和进来，那他们要缴税嘛，那时候税就是一些农作啊或什么，他们要做缴税，他们会有选举制度产生一个叫大度王，哎。那个部落到灭掉是大概到刘国轩之后，就是刘国轩就是明正时期那个郑成功的部将刘国轩进来屠杀之后，就势力整个大大的衰落了。对对对，然后就渐渐的一直移到埔里去，哎，到后面的开发之后就一直移到埔里去。哎，那个硕班在报名了，你怎么真的吗？要考虑一下，真的哦，真。
我陪起的、啊。不要闹了，好了，准备好，我要上去了。大概多长啊？不长啊，不到一公里吧。可以讲长一点，让我们。好，讲长一点，五公里啊。解说了，这边哈、哦，这个叫狮子场哈、哦，开发彰化的哈、哦，有两大家族，一个狮子坊哈，再来就是杨志胜，就是他们，他在康熙22年左右，在1628吧，我不上来记，1628那样，反正他们后来就移过来在彰化的时候，在开垦下面的土地哈、哦，半县，啊，彰化以前叫半县，半山，他开发就是由这个杨家啊，彰化杨家他们。杨志生他们所开发的，引进那个
浊水溪溪水这一些灌溉沟渠之后来灌，来农作灌溉这些土地这样子，所致富的。然后他后来的家族包括到，杨志森杨，还是名未记，到最后一个是彰化街长杨成吉哈、杨英武这些哈，在彰化这边，其实，在你稍微翻一下彰化的历史里面哈，这个家族其实他们的一些事迹哈，其实很容易找得到啊，包括杨成吉彰化街长嘛，杨英武像这样。八卦山那边有个叫银行山哈，银行山的由来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银行山就是跟他们家族有关系。在当时他为了杨英武他们哈，为了我记得是在这一带的一些产业道路，为了要开发哈，就把他们家的土地，就是银行山那边，现在叫银行山，以前没有名字啊，以前是属于杨家的土地，就贷款给彰化银行，哎，贷款给彰化银行。那后来因为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杨英武不行了、在去厦门的船，那海途中 海上的途中哈、因为船沉了就没有回来，所以那个土地就直接抵押给彰化银行，所以银行山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来的。对，那这边他们家族每个人的一个事情其实都蛮多的，这个我不太知道要从哪讲起。大概自己你们回去查一下，应该都查得到、你看现在对过去那对面有一个铜像，那就是杨英武的铜像，他下面都有帮他刻名字，大家都看得到。那右手边这边是他的整个杨志森、杨成吉、杨志森、杨成吉，啊，还一个我一直想不起来。他们后来的墓就迁来葬在一起、他们原本是在彰化市区，后来因为实施那个市区改正，才迁上来到这个位置的。对。我本来这个墓在彰化市区，在市区的，对对对，本来是想带你们进去的，不过咱人有较侪，我也不晓得到底要不要进去，其实是可以进去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兴趣要进去的？可以进去吗？其实是可以进去的。要怎么进去啊？这边呢？其实一般来说，以墓碑来说，它吉葬之后的日期，它其实要刻上吉葬的日期。凶葬有凶葬的日期，吉葬有吉葬日期。那他们移过来就是属于叫吉葬。吉葬。对 对，这其实就是等于是吉葬，但是它是直接把嘉庆的旧年号给它刻上去。那它包括有官他们的官阶哈，那杨志森的官阶，他也就把它刻上去。他在日本时期有受勋章吗？勋章有。杨志森没有，但后面那个谁，我写了那个名，我那一直拢想不起来。彰化街长当然也有，杨吉成，杨吉成是彰化街长，但是已经到日治时代，他大概1893年出生的，所以他后来其实就已经是到所谓的日本时代了，所以他就有一些受勋的一个那个。那中间最中间这一位杨公啊，杨氏先人啊，其实就是杨志森，在开发彰化的杨志森。对，这彰化杨家的历史，应该大家查一下，应该大家都会晓得了。整个家族墓，他现在整个都移上来这边。杨英武的哈、那就在铜像那边，和银行山。彰化银行一开始设立，他们彰化杨家也是有参与到的。彰化银行是后来才变为。我们讲一下国家的公股，在早期成立彰化银行，大概大家翻一下都知道有哪几位人物哈，林献堂啦、杨家啦，什么人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啦。大概查一下。杨家现在在做什么事业？其实我不太清楚，对，我没有特别去调查他们的后代在做什么事。那个银童是什么？银童其实就是他们是同安，同安，漳州福建同安，福建同安，对啊，是属于漳州啊，泉州啊，搞不太清楚，好像是漳州啦，漳州才是同安，对，银童嘛，那是他们的一个堂号，堂算也叫堂号啦，因为其实有时候他们怎么命名，我们恭喜在，我们不是他的家族，他们家族要怎么命，我们真的不晓得。有时候会只写同安嘛？对对对对，啊，有人会写银童，对，啊，他其实应该是代表是在，比较显赫一点，对对对，比较显赫一点。那你看它整个墓园的设计哦，其实就有点和风哈、就是有点和风跟中式的一些结合哈、很多年代不同年代的墓哦，你都可以看得到它当时的一个造墓的一个工艺哈、这确实也是一个建筑艺术啊，只是很少人在研究这一点而已。这有点和风的，包括
甚至有稍微一度怀疑那个是属于他们家的家徽哈，哎，有可能，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查，但是很有可能。好，但是这时代每个家族，他因为皇民化政策哈，大家都会有的会比较心向所谓当时的时候，他的结果不一定啊。像现在有人认为是中国人，认为是台湾人，认为是日本，那在当时大概很多都是认同的日本比较多，所以他们会接受皇民化政策呢，说都会有家徽这样。不过基本上呢，墓的建造的一个构造哈，还是以早期那个汉民族的一个墓的构造过来的。对，其实都是差不多。包括你看那内外层，它一样有做一个内外层，上面到外面甚至有立石狮，哎，就整个石狮在最外面那边最外层那里。刚刚观音好像看到还有人做三个小山呢。啊，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意象啊。好，我是上次稍微提一下，他就是利用这个人造的方式来做一个风水的意象在里面。所有的墓其实都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看台湾的墓为什么都是做形式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其实就是讲他这边一个墓呢，在墓的主体这边属于阴，辰属于阳，阴阳太极，这都是有一个基准的构造在这里。对，所以他会弄一个假山，就是。最简单的左青龙右白虎啊，前朱雀后玄武，还有白话暗山啊，什么什么，这要看当时他请到的风水师，他要怎么样对这个家族去做这个风水啊，不足的地方，有的会出去做补足这样子。是，好，那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好，好，谢谢。路程还蛮。去，然后所以就，乾隆皇帝就是核准让他们那个立碑，等于是立碑做一个表扬这样子，对对对。啊，这是复刻的，真正的在台南碑里，还在。文庙，是文庙还是什么？我想哎，他说修理文庙，请准立主父祠一样，那就应该就是修台南。对。哦啊，所以杨志生就因为这样子得到一个封。同资的一个关系，捐献。那他们是靠什么起家的？其实早期的富有几乎都是在日治之前，富有都是因为土地，农作土地，因为他土地开发都起来。像杨志生也是因为跟施世榜一样啊，引水进来啊，跟或者张大金他们都是啊，换割水换地，都是这样子起来的，几乎都是这样起来。当然，如果要再讲更早，也有可能就是。偷拐抢骗来的，我只是讲比较不客气啦，但是其实我家就是偷拐抢骗，虽然这是对，但不见得都是这样子啦。这蛮容易的吧？就圈一圈就自己的。没有，其实，在当时就是因为汉民族跟平埔族的一些征战，骗了很多山地人。对，其实就是对，这我们。大哥，不要再说了。其实这个讲实在话啦，这个我们现代人来看。我们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了，其实过去了，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好。因为要特别去批判什么人，其实好像也讲不太过去啊。因为我们毕竟跟他们年代不一样。好，那我准备出发了啊。那在139县道，其实我早上有跟你们讲，很多道路哈，不要只是骑而已，真的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道路怎么来。我后来也稍微翻一下，到后段我们走到过侯太井，我再跟你们讲，在当时哈，鹿港很多从海上贸易来的东西要到埔里交换的唯一路线，要越过139。对，跳水古道是民生的，我讲那个是属于一个类似是所谓商人往来的一条道路，那是从鹿港到二水之后翻上来，再下来到那个民间转集集那一带再进去埔里，所以一些物品的交换的重要一条道路。那等一下爬坡的路程大概还有这边再上去大概在好一公里一公里啊，加油啦加油啦，可以走啦，我们快。
这真的失去了平衡。23公里，还有77%，他已经完成30%。辛苦了。
那个不用。啊，那个不是啊。擦了一根，稍微擦一下，车擦了一下，跟你的车啊，跟你的车，不是在跟那个车，别抬啊，嗯，啊啊，我们系上的，啊不是跟那个过去的车，休息一下，啊、汽车啊，嗯，哎呦，啊，没事，没事，你有没有摔倒？没事，我用车轮顶住他的车了，没事，没关系，先休息一下，不急，没事没事，不用急，刹车，哎，你们要不要进来一点？要不要先进来一点擦？很疼啊！好了好了。龙头帮我抓过来，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白花口。好好。休息来。会经过药局吗？嗯，那不用这样子了。那个这位最外层的，不要。你的刹车会刹不住吗？是刹车，我不知道他的，我在这里走了，然后他车就转过来了。哦，所以就是他突然转过来了。你不能受伤嘞、欸，你来台湾交换不能受伤回去、欸。来，我跟你讲，尽量刹这边，这边是后刹线。对，要后刹车，不要刹前刹。嗯，你尽量后刹车。我们等下有去药局去买药。是啊，喝个水吧。喝个水，嘿，还是大陆交换生啊、哦？听得出来，听得出来。是哪边？这次的小区、啊、沿路小区比较少。那你都没有水了？哦，真的没有。我上礼拜跑去大陆，真的听得很不习惯。现在陆生来台湾很多，反而台生去大陆很少。哎呀、啊，听不出来，就是。台中去大陆的话，知道听得出来吧？一听就不是，只要他不说，你不知道。不是普通话的，你以为 是厦门的这样？其他哪个地方？别的省份。有太多了，我们公司里面，哎，话都讲的不一样。我说姚远，我要到底要听谁的？听得不晓，我说你们讲。那陆生来讲的普通话都很标准，哎，所以一听，哎、这个这个、咬字是不一定啊。如果我是广东本地的话，普通话讲的很差的。哦，我是河北的，河北跟北京离得很近嘛。你打可能哈、哦、太过去了，因为刚才有一辆车也差点给我擦到，因为我刚好骑白线，那有些车哈、哦，他不敢靠中间。对，他不靠中间，他非得往这个。对，也贴着我的白线过来了。哎，有些、哦、还好你没摔倒。所以你尽量白线不要再过去了，最好是在里面，哦、慢一点没关系哈。我们不敢，非常不敢，慢慢骑。OK， 来，可以骑吗？那谁要跟着？可以啊，我跟。对啊。还是你要骑他前面？
啊，老荒地啊。我把矿力。哎，小心小心，不要那么出去，先在这里就好了。哎，他们说嘛，所以米兰多重型机车这边就完了。啊，我就给你就好了。等一下再算，等一下再算。好，等一下再算。先喝点水，你爸爸给我们推的，你不要背了，可以了，你里面没有东西很轻，他是向导啦，他不是我们系上的女同学，给他背就好了，你不用客气了，对了，不用客气啊，我水又没有地方，没有啦，给他背，给他背了，要给他背了，哦对哦，你没有那个哦，水壶架哦。可以，我还需要，现在台北需要你的九人做支援。哦，我早上有传真去西藏。国家单好，因为三十几个报名啊。是十一月几号？二十一到二十三，五六日。现在就要跟主任请假，先请好啊，他先请好，没有，他等一下又临时叫我说，因为小心啊。阿珍加油！好，
较有名的一个相思树的绿色隧道。那它这边生长这个相思树，其实早期在八卦山其实都是反而是樟树，而不是相思树。对，其实相思树不是台湾本土的植物，对，它不是原生植物。什么时候来的？欸，其实大概在日治时代所散播，因为后来就是要做木炭。哦，嘿，这是做木炭最好的一个木材。这就是相思树。对对，就是上面看到这个都是相思树。好像相思树是最硬的木材。对啊，它本身耐旱，它本身含水量又少，油也少，所以它是最好的木炭。对，但后来就是因为在早期这边砍完樟树之后，在沿途很多樟脑寮的一些旧遗迹什么，当然现在是看不太清楚，但其实早期这边都是脑寮比较多，所以这里很多地名有下樟空、樟浦寮，什么都跟樟树有关系，是因为早期就是治脑，好，后来樟树整个砍伐殆尽之后，才变成换引进相思树来种植这样子，一方面可以制在做那个木炭，因为在早期木炭是很重要的一个民生的东西。对，所以才会有你看到砍完就种相思树。对，对，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相思树在跟在台湾车子，在台湾哦，其实在尤其在日治时代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其实算森林的副产物啦，其实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对，只是很多人不晓得。那相思树有一个很妙的地方，你现在看到上面那个叶子，车子，对，还好。上面那个相思树那个叶子都不是叶子。相思树长了这么大之后就没有叶子了，那个叫假叶，它是没有办法行叶子的光合作用，对，它叫做假叶，它在刚萌出来、萌芽出来没多久之后，叶子就没有用了，就退化了，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都是假叶，它是没办法行光合作用。为什么不会变成枯黄这样？这个我不晓得，它本身一个演化机制就是会变成，对，就是变成一个假叶。在植物的名称上来说，叶我们现在看到叶子这个东西其实叫茎，而不是叶。那它的树干？树干也叫茎？对，因为它叶子已经退化了，它已经退化了。这是它一个很特有的一个生长的方式。它耐旱嘛？对，它耐旱，它是非常耐旱的耐旱植物，它也耐火。耐火。你要没有整个烧掉的话，甚至都有可能再活过来。哎，它这种物种哦，它在成林。它在生长的时候也是蛮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它旁边不会有小棵的相思树，它的种子其实每年都会长非常多，你仔细看都会有看到豆荚。它种子其实每一颗出来之后，都在春天会开黄花之后就结豆荚，到大概夏末就会掉下来，可是它都不会发芽，它要等这些大树死掉了才换它出头，还会做一个掩替。撑很久吗？啊？那个它可以等很久。对，它可以等很久，等上。二三十、四五十都没有关系，只要这边树倒下去，火烧过，它就会发芽。你要观察在台中看大肚山，你就可以观察到，只要没有成林的树，那个相思树的小棵的就会跑出来。啊，只要有成林，下面你看都不会有小棵的。哎，这是一个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哎，没有相思豆。不一样的东西。哎，孔雀豆。相思豆其实那个鸡母猪啦，那个是剧毒的，那个叫鸡母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叫鸡母猪，哎，不一样的东西。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东西？这是爬山的东西，这个跟那个比较不一样。好了，我们要下山了，等一下开始。帮我们解说一下，为什么蓝田书院里面有拜拜呢？什么蓝田书院里面有拜拜？为什么不是书院啊？为什么在拜拜？不是，他们应该在帮我们唱地曲，为什么？因为他最主要是在帮我们唱地曲的。哦，对啊。他不是书院吗？他是书院。啊，他怎么变寺庙？Come on.